帮他解释解释。啊，放心吧。那我就替楚瑶谢谢你们了。说完了吗？走吧。你不让我们了。走啊。好，那这些你们就分着吃吧。啊，谢谢的。我临时见了几家关系好的媒体，帮你约了明天的采访。楚瑶呢？他下班了。去哪儿了？你都不知道，我当然不知道了。哎，我还想问你，你们俩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我问他，他也不肯讲。我只有知道前因后果，才能帮你们解决问题啊！以后再解释。哎，你去哪儿？你去找他。我劝你现在还是不要见他。就目前的情况来看，你现在见他反而对他不好。我刚下楼的时候看到大厅里边有几个好像是主播的人，他们应该是在等着报告什么八卦。